好，翻到嚟第二节嘅百鬼夜吟啊！翻嚟第二节啦，系啦，咁第一节讲阿星分享过啲band房古仔啊，系啊，咁今日就其实系月底啦，亦都咁又到月尾啦，系啦，又到月尾啦，咁月尾咧就系讲灵异传说嘅时候啦。今次我哋飞去边啊？今次飞翻去日本啊？又日本？系讲 A V 啊嘛。啱啊，系啊，你啱，我哋讲 A V 嗱，呢个礼拜好 hit 系咪？系啊，关于 A V 嗰度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其实我觉得嗱，日本做唔到，大家观众放多啲金，我哋搞成人台嘛。啊，系喎。咁我哋咪食够晒嗰几千万嘅，唔止几千万，好似几千亿嘅 A V 收益咯。反正都是要做了，有唔系嗰日又谂有台湾有大陆，我哋做捻咗佢啦，但系要睇你哋货金咯，系咯，即系观众俾多啲钱，我哋个台去拍成人台嘅，咁咪有出路咯，唔系咯，有出路咯。谭师傅去应征做男演员啊？我唔使。是啊，不做。你做导演？不做。不关我事，我度剧本算了。有剧本的咩？有，点解冇啊？点解好卵河童啊？去征子。唔系啊，呢个都系唔系而家嗱，如果嘅呢度拉开少少话题啊，唔系佢而家嗰个咩？如果新法过到，系拍晒呢啲噶啦。又好似系，好似冇讲灵异。系啊，嗱佢话现实职业唔做得啊嘛。系咯，全部灵异嘅嘢咪得咯。cos 河童啊，系啊，全眼女嗰啲咪日捻日做咯，嗰啲唔会真实性，我啲鬼嚟噶嘛。裂口女可以摆十，系啦，十支嘢落去。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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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错。口度啫嘛。系咯，几容易解决啊。签晒啲鬼咪得咯，又好似有啲道理喎。系啊，冇冇真实职业全部唔得啊嘛。系啊，冇走鸡啊，系啦，所以好嘢话啲喎。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好留意喎，原来唔系其 A V 新法。唔系其实咧，最主要咧，关于 A V 咧，系呢个。利安德塔人同呢个现代智人嘅分野嚟嘅，点样利安德塔系啊？关于人类进化嘅，咁如果要探讨咧，就好捻深嘅，就同女权就冇乜关系嘅，但系同进化就有关系嘅，可以话俾你听。阿星姨唔知道你讲乜啦，我更加黐线啊！乜嘢利安德塔人咧？系啊，利安德塔人绝咗种噶啦嘛，大家都知道咁。霍金屌佢，霍金屌佢。唔系啊，点解会绝种？就因为佢嗰、那个你真系讲，真系讲，系啦，嗰度离谱咯，啲系啊，好离谱噶，系啊，咪系咯，即系你要知道，A V 唔系普，唔系即系应该咁讲，性关于性嘅工作系系关于人类进化噶。需要知嘅可以买翻Prime 台睇奇奥研究社，系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系啦。你讲我就会 stop 你，系啦系啦，太过分啦。咪有几集都系就系利安德塔人啊同现代智人嘅关系嘅，所以大家可以听。星已经唔知咩嚟啦，唔好再讲啦，晒头啦已经。系啦系啦。咁我未讲灵异嘢都可能会唔会请鬼请到嚟安德塔人？佢哋绝咗种啊！我冇谂过呢样嘢。系咯，咪拉翻翻嚟啦，拉翻翻嚟。系啊，我去翻日本啫。都但系好过分咯，我发觉啲货金冇人货金话，屌夏师傅收爹啦！你未去到激嬲人啊嘛？哇！我讲到咁都唔嬲，今日喊啊讲到咁都唔嬲，系咯？屌啦！你有冇咁好容忍啊？我哋啲观众容忍力好高嘅，系咯？容对我嘅容错量太高啦啩？咁真系嘅喎，呢个我都几觉得我哋观众嘅容错量几好嘅。系，师傅你原谅值高啫。定还是系冇人听咧？嗰啲非人系啦，非人俾唔到现实嘅钱我哋。咪咯，我明明讲得咁捻离谱，应该我喺度鞠鞠鞠一紧啲。
嘅听众闹鸠我，冇啊！屌，A V 啊喂，系啊，系啦，好啦，翻翻嚟啦，其实都有啲关系嘅。我哋而家讲日本嘅咩先？系啦，有个关系好远，但系有啲关系嘅，就系、是、今日讲嘅就系、是关于发生喺日本嘅大阪啊，千日百货火灾。千日百货火灾几时发生嘅咧？1972年5月13日，系啦，未出世喎，啊唔系你出咗世，我未，我迟五年，因为五月十三号就系我生日，啊顶你，系啦，我啱啱好迟五年，咁系咯，咁呢单火灾咧就造成咗118人嘅死啦，有81人嘅受伤，火嚟喎，点讲？好嚴重，因為佢呢單嘢咧，即係幾乎因為佢72年啦，可以講超越我哋香港嘉利大廈嗰個程度啦。嗯。嚇，因為佢得7層啫。嗯。嚇，呢個千日百貨嗰棟大廈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啦，因為網上圖片可以揾得翻，佢頂層係有摩天輪嘅。頂層。是啊是啊是啊，有个摩天轮咁嘅嘢喺度，系啦，咁咧头先讲话点解话同嘉利大厦有啲类似嘅嘢发生咧，即系讲人间嘅嘢先啦，就系、是、发生咗火灾之后咧，亦都令到日本好多嘅住宅楼宇、商业大厦改善佢哋嘅消防工程。更新消防系统。是啦是啦，这个就是他们很关键的，即香港就是嘉利大厦就是这些咯，这些原因咯，即那些消防系统究竟会是怎样啊，还有另外一单就是我们都讲过的，就是那个我唔记得边度添，尖沙咀嘅一间卡拉 OK 咧，嗰啲就是个走火嘅，吓系啦系啦，宝纳行嗰、那个吓。即系类似嘅事件咧，就系永远都系发生咗好大嘅灾害，就有啲调整啦。咁点解提到佢即系嗰个调整咧，就系佢个商场嗰个设计咧，就系据讲啊，因为72年啦，其实佢发生咗火灾之后咧，其实一路都停办嘅，即系冇开嘅，有人去系咯，有人唔系咁多年感情又唔好包容啦，系咯，用其他方式嚟表示啦，系咯，更加唔容忍啦，零容忍啊嘛，我多谢大家包容，系咯，哦嘅，吓咁嗰度好一段日子系冇开嘅，再开翻嘅时候咧已经系83年啦，即系佢个大火之后系栋嘢仲保留喺度嘅。應該就是，但是就停辦了，要有人接手啊，咁樣咯。咁據嗰段時間咧，其實有人做超度啊，有人成啊。咁講翻嗰棟嘢咧，就頭最低嗰兩層咧，就據講就係千日百貨本身做嘅百貨公司嚇。咁3、4樓咧就係啲3、4、5、6樓都係啊，就係啲商店嚟嘅，各類型嘅商店。哦，即係租咗出去。係啦，嚇，去到7樓咧就係成人嘅娛樂場所嚟嘅。成人娛樂場所。嚇，所以個當晚咧所發生嘅火災嘅時候咧，其實係10:22左右開始就起火啊，去到應該係已經去發生去到好嚴重嗰段時間，所以留喺度嘅大部分都係第7樓嗰陣人啊，係啦，就係去緊沉落嘅一班人啦，咁包括里面嘅性工作者啦，所以头先讲话有少少关系就系咁少嘅关系啦。即系佢拍 A V 咧，其实可以做性工作者噶嘛？系啦系啦系啦，我帮你食落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咪咁啊？系啦系啦，系啊。咁其实件事唔好笑嘅，咁样咁讲，因为即系始终即系都系。嚴重的火災啦，而佢有好多嘅死傷咧，其實有據講好似有80多人咧，其實係跳樓喎。
即係佢上到去頂樓再跳落嚟。係啊，走唔到喎，所以又忍唔住啲濃煙啊，同埋熱啦，咁就跳樓啦。跟住就好多都係跌死喎，係啦。是啦，大部分啦，佢都講就係咁呢單呢件事咧，其實事實上咧就係喺樓宇上日本嘅建築物啊嗰度都最嚴重噶啦，當然唔計嗰啲係咯，唔計嗰啲核爆嗰啲啦。哇！嗰啲你冇得計。係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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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亦都唔計話核電廠嗰啲啦，咁樣係啦。嗰啲另外一樣嘢咯。嗰啲有地震啊、海嘯啊咁所以咧喺個呢件事發生之後咧，其實有到接八三年另外一間法國公司咧就喺度接手咧就改名春日百貨嘅。嚇！而家係咪仲喺度嘅咧？而家仲喺度，但係又轉咗手㗎啦，係啦。咁春日百貨嘅時候咧，就其實已經發生好多靈異事件嘅當時，就係咧譬如有因為佢哋都係做百貨公司嘛，都有員工係去到收檔啦，九點十點嗰時其實收檔就要轉下啲貨牌啊、啲價錢啊嗰啲啊 check 翻啊，或者係啦。咁咧去到十點廿二分啊，據講係啊，據講間唔中就喺呢個時間咧就會有廣播。廣播係啦，類似嗰啲咁嗰啲廣播咧就係話俾你聽，而家火燭啦，大家要逃生啦。但是做开那些呢就叫那个人说不用理的，间不中就有的了。而不单止他那些广播不是只是下下只是告诉你火烛了这样那些，是有时候有人哀号惨叫啊那些都有的。那不过你刚才说好像嘉利大厦了，是啦，惨叫那些似了。而有啲另外情況咧，就係搭 lift 喎。搭 lift， 搭 lift 就更加似嘉利大廈，就係嗰次係阿邊個？我記得陳慧嫻啊，定係總言之有個女星咧，咪話定關淑怡，佢搭 lift 嘅時候，一打開門係見到眼前係一片廢墟。哦，嗰個係未發生嘉利大廈之前見噶嘛？係啊係啊，但係依個咧就喺春日百貨，即係事隔成十幾年之後。有人在那裡其實是一些客人來的，就是去幫襯的時候，是搭電梯的時候是會，即是去到某一層開了，是啦，就不是他想去那一層，是啦，一打開就是一片就是頹垣敗瓦，就是火災現場，那他當時未必知道啦，即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他未必知道啦，是啦是啦是啦，咁然之後都有啲靈異情況，就係點咧？佢哋有電梯嘅，即係每一層都有啲電梯，有啲扶手電梯，招雞就全部都係上落一對噶嘛。哦，即係啲扶手電梯上落，係啦，唔係升降機嚇，即係扶手電梯。咁然之後咧，當有啲員工咧去到十點零鐘，遲咗收工啊嗰啲咧。他們是搭不到電梯落下面，即是搭不到那個電梯落下層的，因為他們永遠都是向上向上？是啊，那就變成好像李嘉誠樓的設計，即是港大那個，不知道，永遠只是向上，是啦，他有這樣說，就永遠都是向上的。咁然之後咧，有講咧就係話試過就係幾個即係嗰啲職員啦，同啲經理啱啱見完面，然之後佢搭完電梯，其中一個經理搭完電梯上咗去，即係好似發現有啲咩嘅時候上去揾啦，然之後嗰個職員喺下邊等嘅時候，再揾唔翻呢個經理。是講到明係之後有報警，係嗰個經理係失蹤咗嘅。嚇？係啊，即係當佢如果搭呢兩條向上嘅電梯嘅時候，係會失蹤咗。揾唔翻？揾唔翻？咁癲？係啊。揾唔翻？即係搭扶手電梯就失蹤咗。搭咗上去上一層就再冇出現過。
哇，呢、這個癲喎、啊，呢、這個。嗯。係啊，咁亦都有啲有啲情況咧，就係喺出邊截車啦，即係啲的士佬嘅鬼故啦，就係話有啲時候夜晚喺呢個春日百貨下面，因為嗰陣時都係咩嘛，佢改建咗都好啦，都係頂層都係做翻啲夜總會之類嗰啲嘢，係啦，即係成人娛樂場所，係啦，亦都繼續咧會有啲人載到啲夜歸女子啦，咁樣即係啲職業女性啦，咁咧就上一嚟咧就好醉嘅。即一上車已經好醉啊！講咗個地址咧，去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去到即係個的士佬佢又咁講，當去到差唔多去到目的地嗰時咧，就一大陣煙味。咁佢就話就講話，喂，喺車度唔可以食煙嘅喎，冇人應。佢再望一望後邊，冇咗個人。即係載到非人類嘅嘢啦。係啦。嗯是啦，就是这样，即是这些传闻是很多的。八几年的，你说的那些是。是啊是啊，即是这个是他在春日百货时代的时候就不断有这些发生。即是刚才最多听到的就是一些新入职的同事就会听到广播那些东西啦。即是夜晚10点22分就有广播。而亦都有就係搭啲頭先有講啦，話打開一邊廢墟啊。其實另外仲有啲情況下咧，係啲員工嘅又係搭 lift 嘅，但係佢運 lift 喎，運 lift 就聽到有人喺遠處喺度嗌住救命咁去到佢哋門口。哦，咁恐怖，係啊，恐怖啊！我幻想到喎，跟住好似拍門咁樣。冇咗啊！但係嗌到嚟門口就。停咗，但系佢系混 lift 啊嘛，佢冇走噶喎。系啊，你冇得走噶嘛，吓咁。哇，好恐怖啊呢个。吓咁，然之后咧，其实去到跟住头先你就提及，系咪到嚟而家都仲喺度？而家就有一间叫即系八货冇咗啦。系啦，过咗次好似过咗2000年嗰时咧，佢哋春日百货亦都经营不善啊，咁又转咗手一间影音嘅。叫做 Big Camera 嘅 ，Big Camera 嚇，英文喎嚇。咁因為我睇啲資料就多數寫 BC 嘅啫 ，BC 嚇，即係嗰個頭兩個字啦。Big Camera。咁咧，佢又講到咧，有啲工人啊喺嗰度做嘢嘅時候咧，清潔嗰啲咧，去清潔扶手電梯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就有受傷噶啦。咦？但係你呢個接手咗之後係有冇再？改佢格局咧係冇嘅，冇啊，係啊，唔係，但係佢喺有提過咧，即係之前講發生呢啲事之後咧，其實喺裡面咧係裝咗個類似可以俾人拜祭嘅嘢㗎，嚇、哦啊，即係有高僧去做過呢啲儀式㗎啦，已經，但係都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咯。嚇咁有啲就話試過有啲員工啊或者遊客到喺樓梯咧係會行樓梯啊係會俾嘢推落去係啊，但係冇人嘅喎、哦，亦都跟住就係有啲人就係五至七樓咧，因為嗰度成件事其實重災區都係嗰幾層啊嘛，五至七樓咧，經常見到有人影喺度係逃跑咁走過，然之後穿牆消失咗，成堆人跑嚟跑去，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逃走嗰只啦，係啦，咁講翻咧就係、是其實即係直到而家都仲係 big camera 啦，應該就係嘅，咁所以一路都傳翻係呢啲呢啲事件咯，咁樣係咯。咦？但係我咁諗啊，佢而家係 big camera 啊嘛。嚇！咁呢個類百貨公司嘅應該有裝閉路電視喎。咁就冇提到。會唔會即係可能唔知梗有冇啦？可能有我哋唔知啦。嚇！可能閉路電視拍到嘢喎。
唔奇噶吓，但系就冇员工有流出过呢啲咯，但系全部都系讲呢啲咁嘢咯吓。咁咧，成件事就系咁样啦。但系咧，其实再回顾翻咧，就系点解有呢单火灾嘅发生咧？歪大翻翻七几年啦，系啦，喺嗰阵时咧，事发当晚咧，其实十点左右的时候，其实所有铺头，即是刚才都这么说，大部分铺头都已经收晒了。其实在三楼那里有装修的工程。嗯。哈、啊。那是啦、我看到。是啦那是啦。那在三楼那里有装修工程，就是说有些装修的工人、就应该可能呢就在吃烟。掉低煙頭，而因為佢哋有裝修嗰啲嘅有好多物料咧，就好易燃啊！哦，嚇，所以引致到咁嚴重嘅火災啦。咁然之後咧，而嗰、那個急速啊嘛，咁咪向上走咯啲人。係啊，佢都冇啦，嗱，因為佢係七樓嘛。係啊，係啊。其實佢只能夠向上走。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單火災就咁啊。咁其實呢個地方咧，亦都有佢本身嘅古仔嘅喎。但係佢係大阪嘅某一個地方嚟。千日前咯，叫做其實嗰大阪嘅千日前咯。嗯。咁千日前系一个啲咩地方咧？呢啲咧，有机会咧，或者可以问下，再详细啲嘅话咧，就可以问下，盈能无双阿北条会唔会讲啦？咁因为咧，牵涉到咧，其实就去到啲战国时候咧，其实我唔知道啲战役啊，即系真系战国都唔好问我。虽然我读历史，但我日本系读明治维新之后嘅，战国史我唔识，因为佢。其实因为有些事情，总之这宗火灾发生之后，那些人就找回他究竟，咦，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鬼怪的？而刚才我再漏了的补充就是，其实他夜晚上遇到那些女性的性工作者啊，那些呢，其实未必是性工作者，夜总会不一定是性工作者，可以牵涉啦，你当即是职业女性啦、嗯，他们的服装不是当代人来的。当代人？是啊，即是也都不像是七三年的人，分钟是日本的古装了，你当。嗯，战国那些，即是百几年前的。是啊，百几二百年前啊之类的。因为呢，这个地，千日前这个地方，是其实是大阪城的地，其中一个，一个，被焚毀的地方嚟嘅，哇！真係要問翻北條，係啦，戰國時啦，即係呢啲約略講翻，就係補充翻，就係嗰個地方咧，點解叫千日前咧？就係被焚城之後咧，其實因為好多人死咗，咁然之後咧就請咗啲高僧咧，係做咗一千日嘅超度會啊。所以叫千日前啊。咁往後咧，亦都係愛嚟做墓地嘅。好大段日子做墓地啦，然之後有一個好似叫黑門啊，我唔知黑門嘅地方咧，其實係刑場嚟添，而嗰個刑場個位置都好接近呢個千日白火嘅位置嚟噶。哇！咁即係都累積咗好耐喎。係啊，而呢個刑場咧，啲人再翻係啊，叫黑門刑場啊，啲人再翻查咧，個刑場個喺咁多年嚟咧，有啲即係行刑嘅記錄噶嘛。嗯，即係有記錄嘅就有得查啦。係啦，佢就查到咧，呢度喺呢度行刑判即係嘅死者，即係行刑嘅死者咧，係有118位嘅。數目有關係？數目就係呢個千日百貨當日死嘅人數咯。哦，係喎、哦，我已經唔記得咗你一開始講佢死咗幾多個添。係啊，咁即係呢啲就係佢嗱，佢本身咧就係有歷史嘅原因，就話千日墓地啊咁樣嘅嘢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已經話佢完成嗰啲埋葬屍體咧，嗰個日子亦都係5月13號。
喂咁巧合嗰啲嘢，系啊，即系呢啲可能咁翻查出嚟，究竟个真实性有几多咧？咁就唔清楚啦。嗯，但系有人总会揾到佢就系嗰、那个嗰、那个扣连咯。明白。系啦，所以其实佢之后再闹鬼啊各样嘅嘢咧，究竟系咪即系？單純粹火災嗰度咧，因為係之前已經累積到落嚟咧。係啦，因為佢提到嗰啲情況，你唔會知道佢當晚發生咩事啦，或者過去究竟有喺度發生過啲咩事啦。有啲喺街度遇到，即係譬如啲的士佬遇到嗰啲，究竟係咯係咪有關咧？因為佢提到就係、是。消失咗嘛？又唔系现代衫，但又消失咗。系啦，系啦，系啦。嗯，一个值得研究嘅传说啊，呢个系啦，唔系因为佢亦都牵涉即系叫头先提到啦，日本最大嘅建筑物嘅火灾啦，咁样咯。吓、啊，好似好都系好近嗰堆嘅我有揾资料嘅时候，大家成日见到嗰、那个。舉高雙手嗰、那個啊，就喺嗰個附近嚟啫嘛，好似公司嗰、好似喺嗰度一兩棟大廈隔離嘅啫，其實，所以其實係就近啲打卡地點嚟嘅，其實，即係大家可能經過而不知道，係啦咁樣、下次多個打卡地點啦，係啦係啦，去呢、這個即係而家 BC 啦，叫做咁樣啦。可能你就會拍到其他，或者大家如果有日本相熟的朋友，又可以聽下究竟佢哋有冇啲咩嘅當地人嘅版本，究竟又係點咧？又或者其實而家嘅人就話俾你聽，喂，有啲咁嘅嘢咩？我唔知喎、啊，都唔出奇噶。係，因為而家個好多時都係咁，唔見咗噶，我都係。我覺得叫翻千日百貨好黐線，即係本身千日嗰個名係因為。是啊，唔係咁嗰個地方叫千日前啊嘛。係啊，但係因為佢直情有一個牌匾寫住千日前嘅。所以我覺得佢唔黐線，佢攞翻個地名用。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嚇、所以冇嘢嘅，不過都逆咗手了。係啦、啊，逆咗手兩轉添啦，咁樣係啦。咁、但係靈異傳聞，據講仲有嘅，即係都係類似嘅嘢啦，咁樣係啦，咁、啊。就係、是、咁，大家可以問下大阪嘅朋友啦。係啦，就係咁啦。咁多謝貨金啊。好啊，夏師傅讀下貨金。係啦，$100多年感情就少少心意啦。拜呢個點讀啊 ？Best 禽獸哥。係啦，係啦，都係同一個嘅。嚇，多年感情就少少心意啦。拜 ，Best 禽獸哥。係啦，多謝你。嚇，我終於都聊到$200貨金啦。过分啊，唔系屌嘅都系啦，过分。你唔得喎，系咯，我出到咁捻离谱啊，我捻到尼安德塔人先至得噶，明明灵异节目嚟噶嘛，你唔够人，你嗰个叫咩？喂，我第一次已经好捻离谱啦，真冇开始讲嗰度有三角洲又成，又费城实验。我下次我星期都要挑战下，系啊，师傅，揾啲刺激，系啊系啊，你有血统威啲，系咯系啦，咁多谢大家，多谢收睇啦，同埋多谢货金。吓，多谢货金，真系多谢货金。系啊，多谢货金，咁样系咁嚟紧下集就系五年咯。系咩？下集五年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喎，系喎，接近我咩日子就系五年噶。系啦，系啦，咁大家可以货生日货金俾阿 wing 嘅，准备货啦，系咯，系咯，系。多谢大家咁多年支持啦。咁希望今晚个古仔大家都中意啊，可能有啲杂乱，但系其实。着重都系讲下，里面有啲咩传闻啦，咁一单一单咁听下啦，咁。系咯，多谢大家收听收睇，系啦，同埋记得帮我喺 YouTube share 下或者录 comment。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好，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拜拜。